天是回去 KL 的前一天，明天我就要回去 KL 啦。然后现在我刚刚醒，然后我爸爸带我去槟城，吃东西，然后准备去找婆婆。然后等下我会在三天之前赶回来，因为我三天我要去做那个 COVID test， 紧张，就这样。OK， 我们等下见。现在我们去打包墨西哥食物。回来我才找你 ，OK？ 你好好啊 ，OK？ 我要去哪里啊？你先啊。现在呢，我就是要去 swab test 的路上 ，Yes， 紧张哦 ，OK？ 等一下我看能不能拍，我就拍给你们看。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刚才跟爸爸妈妈说拜拜了。
第六次啊，我们有请一个上镜很多次的朋友，可是我们是一年没有见面的网友。放宿舍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三威买一些我缺少的东西。他要去败家，应该啦，不知道会花钱。他缺少的东西是男朋友。OK， 刚才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走 parking 之旅之后呢，终于 OK， 终于来到了一间麻辣香锅店，所以然后现在哦，我是第一次过了半年大一那有点，因为哦。我朋友要吃麻辣香锅，所以没办法 ，OK， fine， 我要吃，很久没有吃了，一年没有吃了 ，OK， 没办法。我昨天三点多做 COVID test， 然后我就以为他不会寄给我，然后可是他们刚刚先给我讲我的成绩出了，然后我还没有点进去看，我还没有点进去看过，所以现在我的 first， 哎，你看4:32，现在才4:33，我来看一下我的 first reaction，OK、okay?。我先看。我的 COVID PCR， COVID PCR 在这里。OK， 这位好友带我出来吃麻辣香锅。我待会带一，不用紧，给你香菜。那你待着，我不要吃。我带了一个很搞笑的朋友出来。Thank you for bubble milk tea。 人家拍 YSL， 我们只有拍 G 来，因为我们的budget只有10块。
看，我终于整理完了，这就是我搬回宿舍的一天。对，就所以这个 vlog 就到这里，我们开学 vlog 见，拜拜。现在我们到了宿舍，我们等下要去上面买袋，还有，然后要等他的成绩出。什么成绩 ？SBM。OK， 再见，拜拜。Oh my god， Queen 上我要死了。我们刚才拍了，我们刚才拍了一次，可是他讲他没有拍到，所以还要拍多一次。我可以再拍过来吗？拍一下我们这些一点点的啊，不是一点点，一滴一滴哦。这里安没有买，这家里有。这个是 KL 没有买的饼干。